大海退潮了啊，我们来赶海啊！今天十五退大潮，我们找找看看有什么海鲜啊。哎，发现了一个垃圾，我们把它收了啊，保护海洋环境。哎，哇，快看快看，超大的海葵，哇，看到了没有？哇，发现了一个超大的海葵，我们一会把它挖出来啊，看看它的根有多大。哇，太漂亮，哇，真像一朵海里的花呀，海葵呀，非常的有营养，男人的加油站。哇，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啊，我们马上把它挖出来啊。现在我们准备把它挖出来啊。哇，挖出来，哇，哇，太漂亮了。太漂亮了，好了，今天晚上的下酒菜有了啊，太美了，太漂亮了，好了。